表演的是陈金夏先生，他表演的是张三丰太极剑。福建省武术院成立于1993年12月6日，是福建省体育局的正处级直属事业单位，主要承担的社会职能是对福建省社会武术馆及武术学校的管理工作，管理和指导整个福建省的武术工作，负责组织武术管理、竞赛、裁判和对外交流、武术理论研究、展开武术活动。近年来，两岸的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，尤其是福建与台湾之间，因为台湾有许多传统武术是源自于福建。说到台湾传统武术的起源，大致可从明政时期谈起。为了反清复明，郑成功聚兵于农，教导百姓武艺，促进了台湾民间武术的蓬勃发展。现在就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给陈金夏先生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报告，请宜兰县国术会的林义恒教练请到舞台区旁边报道，谢谢。